也要来 PK。 谁啦？谁啦？谁啦？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认识的。小赖啦，我跟你说。Bravo！ Bravo！ 喜欢的先讲，快点快点，喜欢，这是什么激动？都云上去了。他唱到一半还有敲自己的头，有他那种什么什么？他唱到一半。有他有他有这一段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。爸爸是昨天凌晨早上走。就让他去吧，快乐会留下。你还好吗？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他真的是留下。那你怎么会选择还是鼓起勇气继续站着？我没有想过要退赛这个事情。我相信他会听到的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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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。我是邱风泽，我是陈林九。你绝对没看过的音乐节目《滚石摘星号》即将播出喽！我们在节目里担任声音鉴赏官，带领大家发现最优质的新生代。每周六晚上八点，一定要锁定 TVBS 42频道《滚石摘星号》，出发 ，Go！